雾难明有天悬，心中有着变迁，与心之魂交叠，方解彼此心间。情定于年少时一见，两步一邂曾渡一劫，我要往故里风化雪，盼与你共度云和月。月明千里辽光边疆，谁在等他浪迹天涯，火花石边花前月下，轻撩真假风貌年华。回不了那段路，走过多少个年度，拨开了重重的迷雾，布满荆棘的路途。流星划过了夜幕，随便琳琅又满目，是谁在翩翩的起舞，化作泡影抓不住。抛开了爱恨情仇，随波逐流，流星唤醒幻梦，有谁的预谋，恍然念那温柔，在他胸口洒星辰琉璃，纸般闯进他的双眸。倾听于年少时一见，两步一邂曾渡一劫，我要往故里风和雪，盼与你共怎么了？啊，发霉了。发霉了？那江运正是不是怀疑城主的病是不是跟陶书人这个糕点有关联呢？恕臣惊扰到主母大人，臣只是例行排查而已。主母好生休养，臣先告退。夫人，我忘了拿勺子。夫人，你这还不到年纪，记性怎如此不中用？女人无论到了什么年纪，熬夜都是不好的。两位姑姑就先回去歇息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谢主母大人，谢城主夫人。老身生病的事情不想让外界知道，他们俩就不分昼夜的伺候老身，肯定是累糊涂了。母上，就让妾身来伺候您服药吧。夫人，你在城主那边也辛苦了。母上言重了，这些都是妾身应该做的。夫人，你也累了吧，去歇息吧。妾身不困，城主病也好了，你就让妾身多陪陪母上吧。母上。姐姐，您今日心情为何如此之好？这面若桃花的，甚是好看。也就是妹妹呀，成天变着法儿哄我开心。姐姐开心，妹妹也开心。这花都枯萎了，扔了吧。妹妹带了一些新的来。等等，这是姐姐跟妹妹第一次一起插的花，就留着吧，夹在书页里做成干花便好。那可以夹在梁香怡的书页里吗？金妹妹喜欢。姐姐，你看今日的花可好？妹妹
以后要处处小心了，圣城怕是要变天了。这是为何？你呀，一副纯良的性子，什么都藏不住。反正呢，只要姐姐能抓住机会博得恩宠，妹妹以后在内院也就无忧了。妹妹不懂，但只要在姐姐身边便很安心。姑母，起来吧。城主夫人，昨晚市集辛苦了，快去尝尝刚熬好的银耳燕窝粥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就回去了。那这里就有劳硕人。母上，妾身告退。城主夫人，现在姑母生病，您作为六院之主，您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，可千万要将惜身子呀。嗯。夫人，硕人说的对，你就别急着走了，陪老身喝点粥再走吧。嗯，是。城主驾到。城主，怎么了？许久未见，连最起码的礼节都忘了。哦，妾身给城主请安。城主，城主，那个不行，那个是我给新主姐姐留的桂花酿。陶淑人，你可知罪啊？城主，妾身何罪之有啊？这个是我做的玫瑰糕啊，这还是宝刀姑娘教我做的呢。臣从大人做的玫瑰糕里检出了导致城主突发疫症的毒。陶淑人，何至于此啊？城主，妾身没有啊。你若再是不说实话，恐怕就有牢狱之灾了。城主，妾身没有做的事，发配到哪儿都是这话。城主夫人到。城主，先吃饭，吃完了再问也不迟。嗯，宝刀的手艺真不错。这红烧肉肥瘦相间，软烂适中，肉香四溢，是吧，城主？嗯。也不知道陶树人会不会想起些什么呢？
乔妹妹，你要赶紧想起来呀，这想起来了我们才能一起吃嘛。陶姐姐，姐姐今日又做了什么好吃的？这个可是我用玫瑰花做成的米糕。玫瑰做的？妹妹能否看一眼？当然可以啊。看，夹上那边有只松鼠在吃鸡腿。松鼠？鸡腿？松鼠什么鸡腿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切身想到了齐美人，那日我在去慈安宫的路上，齐美人动过我的食盒。齐美人？哼，上座吧。是城主。城主大安，快快请起。美人看到姑来，很是意外啊，怎么这手到现在还抖着呢？妾身体弱，只是救急罢了。美人的救急，应该是心病吧？嗯。美人可觉得眼熟？据说这个玫瑰糕也蒙大人关照了一番。城主口谕，秦美人入院三年，德行无亏，侍奉有功，特擢升为淑人。闻悉美人生母来京，小住衡山公府，命即刻入院探视，钦此。娘，一别三年，你和爹过得还好吗？好，我们都好。衡山公府没难为你吧？傻孩子，锦月小少爷对娘好着呢。啊，对了，薇儿，娘给你拿了一双鞋，也不知道呢，这合不合你的脚？娘给你换上啊。娘，听话，来。你呀，从小脚背就生得高，也不知道内院的鞋合不合你的脚。鞋很合脚，娘亲放心，女儿在内院一切安好。娘，怎么了？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，当年衡山公爷暗自见你入院，就是把你当作棋子布在内院的。你以为为爹为娘会不知道吗？城主驾到。
参见城主夫人。秦夫人，你父亲那边城主已经派人暗中去保护了，你现在可以说了吗？城主的毒是衡山宫让妾身下的，他说城主体内尚有余毒未清，吃了便会神志混乱，旁人吃了倒是无碍，所以不会引燃猜疑。城主，小女无知，求城主开恩，老身愿意替他受罚。城主开恩，城主开恩，城主娘。那也是衡山宫让你用李美人华太一事栽赃给我的。秦雨薇，你可知道你犯下的是诛九族的重罪？城主夫人。嗯。经过这几日的调理，顾母身子已经好多了。嗯，这几日也辛苦硕人了。为您分忧，为姑母尽孝，妾身不辛苦。啊！你怎么了？果然，城主还是在意我的。妾身胸口有点闷得慌。那要不要叫平儿进来，先带你去歇歇？我去找医师。你脸色确实不太好，现在眼睛也出毛病了。哎，哇，你干嘛？不必劳烦医师，妾身这儿是心病。啥心病？妾身仰慕城主多年。入院多年，初心未改。妾身，城主是那么的英明，身无畏惧，俊朗。你还真是痴心啊！你懂我的心意便好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我永远都是你的人。哎，看见你们俩这么欢乐，这么和睦齐心，老身甚是欣喜。看来这场病啊，生的是值了。姑母，这两天你们俩伺候老身，伺候得非常好，老身也好多了。今天想出去走走啊，你们俩陪陪老身。新竹都听姑母的。走。这样撒娇的感觉真好。娘亲。兔兔，你的娘亲在哪儿呀？你想家吗？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情，如梦一般。城主，你笑什么？我笑，堂堂大圣的夫人，却只能管得了一只兔兔。我看这院子里最会喘气的，就属兔兔最可爱，对吧，兔兔？好，兔兔可爱，城主不可爱。本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无毒啊，咱们走。哎，什么好消息啊？这大朝会啊，呼娜要来。呼娜要来，呼娜要来，呼娜要来。来就来呗，你这么开心干什么呀？我当然，毕竟我有北京的大羊腿可以吃了呀。不对。你是顶着我的壳子去北京救的城主，
怎么办？这福禄泉太好吃了。你呀，刚清减了没几日，这就又吃上了。祖母提倡节约，各种伙食减半，不可以浪费。姐姐的食量小，所以妹妹来帮忙嘛。姐姐吃得完呐。你还真挺会找借口的，我看只要有口吃的，你这小脑瓜子转得比谁都快。妹妹这可是想通了，这女子呢，胖有胖的美，瘦有瘦的美。若有天我真为了这整桌的美食吃胖了，那我甘愿胖着。美食跟姐姐都是我此生不可辜负的。你倒是想得挺透彻的。也是，能吃是福，很多时候悦人不如悦己。你喜欢这个归你了。妹妹可真是有口福啊。姐姐，鱼眼明目。姐姐近来倒真看透了一些事儿。那北境的塔塔尔女王要来朝贡了，她来她的，碍不着咱们。庄呼那姿容美艳，冰雪聪明，在北境时，城主极为赏识。哼，正好，她惹下的风流债，看她现在如何还。姐姐，你这可是对城主彻底死心了。姐姐也是糊涂了好久。近来才刚弄明白城主的心思。请。公爷，侯爷来了。公爷。小长史阿静自尽了。公爷，城主准了塔塔尔女王进京朝贡，呼纳今时不同往日了。公爷有何想法？吉吉死后，我一直想跟呼纳打通关系，此番来朝，须得争取他站在老夫这边。哎呀，公爷，你怕要输了？侯爷此言差矣。父亲的棋局北面还有大片的空白呢。月儿说的是，这下棋呀，既要懂得谋一鱼，更要懂得谋全局。好好盯着胡娜，找时间老夫要找他聊聊。公爷尽管放心。阿甘，你说这次见城主，我们还能像之前在北境那般意气相投吗？此番只是为胜和北境的和平而来，其他的，莫非吴王对胜的城主有和亲的意思？我只是喜欢和他相处，希望往日的情谊没有变化。哼，在北境时，圣的城主有求于女王，自然会多做迎合。在圣，他是高高在上的城主，一切都不好说喽。阿甘，不许这么说他。
徐将军好，徐将军好，我一听说你们快到了新安城了，我就坐不住了，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迎接你们。哎，终于等到有人能接我的招了，打一架吧，兄弟！哼，你这绣花拳，打得我直痒痒。嘿嘿，都到了我的地盘了，你看这嘴还是这么臭，这么硬，你信不信有撂挑子不管你啊？徐将军，许久不见，你这挨拉人比武的习惯还是没变。 哎，这习武之人呢，拳脚切磋是不能断的。放心，这次有的是时间，徐将军何不等我阿甘休整之后再战？也对，要不阿部魂该说我占他便宜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到了，到了。城主夫人。城主尊上。 我就知道你会来迎我，不会摆架子的。风流成性，哼，死性不改。还说没有风流斋。见面礼，见面礼。哦，对了，这位是大圣的夫人，姑的妻子。城主夫人，胡娜，不必多礼。 你是夫人，之前姑在北京受伤了，夫人很是担心，于是就假扮成了姜糖的徒儿来看望姑。后来因为朝中有要事，再有就是姑的毒被抑制住了，她就匆匆离开了，没来得及向女王介绍。我原以为圣的女子都很娇气，没想到你贵为夫人，竟不辞艰险，扮作小徒驱之千里去北京照顾城主。 胡娜，佩服。女王谬赞了。胡娜，你跟阿部魂将军舟车劳顿，不如今天就先休息，咱们明日啊，直接宴会见。城主，我给你带来了小羊，咱们今天晚上要不先烤上一头，就像在北京时一样，不醉不归，岂不快哉？可是今晚，姑有不便呀。康康他有什么不便？我们可以留下来。 胡娜，今晚姑啊有政务缠身，而夫人呢，也有要事要做，先告辞了。嗯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 好了没啊？你今日怎么如此磨蹭？你催什么催？姑还没想好，要以什么姿态面对他。你不敢面对。巫毒，在。你去把太傅给我请过来，让他把我跟城主再换回来。你不敢面对，我可喜欢跟胡娜玩。哼，也罢，刚好姑想听听这呼娜女王会跟玉儿说什么体己话呢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们那是君子之交。你觉得是君子之交，人家未必以为。那城主的意思是，是个女的都喜欢你喽？姑语属临风，风流倜傥，出口成章，这也是姑从小到大的烦恼。哼，我们呼娜虽为女子。 却非常杀伐决断，谋略城府，被扎木希立为北境之王的女子，看上的，
可不会是一副皮囊这么肤浅的。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？我们是知己。哼，知己。行，一会儿啊，你知己如果提到了什么姑不知道的东西，你倒是提醒提醒姑。哎呀，一会儿快开始了，走吧。站住！城主尊上，城主夫人，我呼纳，祝愿北境与大圣千秋万代，共享和平。千秋万代，共享和平。千秋万代，共享和平。圣的酒具如此精巧，美则美矣，就是喝不痛快。呼纳乃是女中豪杰，自然应该是用大碗来喝。看来夫人也是性情中人。这次我特意为城主带来了北境烧酒，但求再与城主共饮几大碗。那是断壶甲，是比烧刀子还要烈的酒。你们在那边都用这么大的缸子喝酒？啊！这女王啊，显然是冲着城主来的呀。咱们就拭目以待吧。这碗也太大了吧！您是城主，更是英雄。我敬重您，并非您的身份。你们圣人常说，人生难得一知己。城主大病初愈，不宜饮酒，由我来替他喝。夫人好饮，那城主姑的身体啊，最近饮酒可治百疾，城主不如就像在北境时一样，一口干了如何？保你酒到病除。可是这他实在不行，由我来全权代理。干！徐悦，去！哼！我的女王肯定不会醉，我小妹当今夫人也不会醉。我伟大的长嫂，终于回来了！你果然没变，你也果然是好样的。夫人，光喝酒没什么意思，不妨咱们比试比试，如何？
痛快。能跟长嫂切磋的有来有往，真乃因此也。啊，此女子担得起女王的称号。嗯。因此，小玉形神酒量一如从前。难不成换回来了？太好了！又换回来了，换什么回来啊？啊，换梨，换梨，瓜子太干了，吃颗梨，生津解渴。哦，说了。五朵。薛医师，快薛医师，薛医师。都送走了吗？都走了。这塔塔尔女王还是被抬回去的。城主，您刚才演的那个晕演的可真像，如果咱不这么演，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。哎呀，这夫人啊，一喝多了就瞎胡闹。哎呀，夫人一碗接一碗的喝，夫人喝的不仅是酒，也是喝的咱大圣和北境的交情啊。哎，无独多嘴了，请城主恕罪。啊，哎，城主，主母去凤仪宫了。什么？夫人，喝！夫人，去睡觉了。喝！啊！我不，夫人，喝！我不，喝！夫人，啊！主母大人，主母大人，夫人，还不快下去拿醒酒汤？是。别碰我！哎，我去，我自己去。哎，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呀？母上，我没有醉，是你醉了。老身可没你这般潇洒，老身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都怀上景云了。景云？嗯，我可太喜欢他了。我喜欢他看书的样子，喜欢他批公文的样子，喜欢他不会射箭的样子，还喜欢他害怕虫子的样子。他所有我都喜欢。直到我嫁给了他，满心满意的以为我会一直见到他，可是我却几个月都见不到他。然后我们就掉进荷花池了。来，起来喝点蜂蜜水吧。好。
上去睡好不好？去房间睡。嗯。来，走。嗯。哎，这。见到你就会